我是拉拉那件借他搭，我是讲的好棒哦，单美三帅我都给慈修，三帅，做人你们都没有反应，因为他们很没有协调感，是韦伯还是露西派？啊，我粘上去了911，好想撕掉、哦。盖上去。哎、欸、姐，这是入围团体奖啊，最佳演唱组合，然后专辑是Broman。哎、欸，我有那双袜子哎。九一，刚才维尼班的。想睡觉吗？怎么没有睡醒的感觉？刚睡醒。摄影大哥有 room in， 我大概有看人家这一套西装工艺很厉害，很厉害耶。对，那 Bowman 一直给人的感觉都会有很多的斗牛式的元素，对。所以我在想，会不会他那条领带原本是为了搭配短版的那种斗牛式的西装，所以把整个的线条变短的？我觉得有点格格不入，对不对？是他们团格格不入。左边四位完美，对，右边四位完美，对，右边完，右边四位完美。对于一个乐团来说，我们摄影师也只带测试，搞过他。哎，摄影师怎么这样啊？这位是录音师啊。墨镜的是潮州土狗，然后是星汉，嗯 ，Star Chain 就是帮九令制作歌曲，然后非常前卫的一个制作人。我喜欢他们，对，我也喜欢他们，我也喜欢，很平均，嗯，对，三个都，三个都有。现在 KTV 最新的嗨歌就是他，哎，哦，50元的槟榔，我好喜欢他的样子，但不能唱啊，他真的耶，他真的是一颗槟榔在他的那个前面，他前面那个辫子是一颗槟榔，还有他拿带一个赖打，对，露西派，露西派。还有他的，还有友人，觉得露西派好像私底下穿的比今天好看，是韦伯还是露西派？他一头汗不是因为穿这样，是因为那两个小孩。然后他身上的衣服呢，也是我们台湾设计师 Wooly X 的这个品牌设计师。他这次入围最佳 MV 奖，而且比尔贾瘦了，比尔贾瘦超多，超多。因为我2006年的专辑有主打歌也是他拍 MV， 那时候就比较胖。这是劳力的那一双鞋吗？我不晓得，看不出。有一点像那个 BB 的小朋友，太可爱了，好可爱哦，他瘦好多。然后他的掉了 哦，完了，小朋友玩具掉了，赶快三秒，小朋友在拔玩具。不是，重点是他又把他奶嘴塞给他吃吗？他掉在地上哎、欸。然后他的哦，熊仔蛮帅的，可熊仔这次穿出来是跟他平常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对对对，他平常比较是舒服的、休闲的。有，他今天是帅哎、欸。有，我有熊仔，我也有熊仔，他男的看起来是帅的。救人来了，是九孔吗？不是，哪里？绿色那个。救人，你们都没有反应，因为他们很没有协调感，没有协的，蛮有还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就各做各的感觉。哦，它是皮革花纹，说它是尾部染红，是不是？嗯。慈修今天好正常哦，对，我也蛮期待他，但他真的蛮……我本来蛮期待他二次元的表现。对呀、啊，他如果裤子换掉，换成很宽的红色裙子，对，或者是红色小短裤哦，对，红色小短裤，或红色裙，要不黑色裙子也可以。对，裙子我觉得、哦、黑色裙子，或是拉拉那件借他搭，或是、哦、拉拉那件、啊、他穿一定很好看。你讲的好棒哦，单美三帅我都给慈修。哇，起来了。Hush 来了，我喜欢他的上衣，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。他也是简国彦帮他定做的，这就是简国彦的东西。对，这就是简国彦的东西，超酷的，我喜欢。而且你看他鞋子配的好好看，对，他那个长度有没有刚刚好？三帅，对，这套衣服很好看。他真的穿什么都好看，
他够高哈。对啊，对，够高真的有差。然后他的样子就本身就是一件，就是一个很，他的样子就是那种，你可以想象他去走巴伦沙嘎的。哇、wow、哦，对了，嗯。那个会戳到喉咙吗？好痛哦。嗯，会啦，但是那个就是它的造型。预告一下，十月份会有金钟哎。怎么那么快？十月。而且要两天哦。啊，对哦，去年也是两天。对，不好意思哦，但我要赶着，就是为了十月份的金钟，我要去瞧衣服。你现在就要去？对对对。哇，你很未雨绸缪哎。我怕衣服，你去选布料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怕衣服被别人先买走啊。先定，万一我们入围，如果新梅姐你入围，那就不要穿了，衣服就不要穿了。那我要跟你连线吗？你不要讲天方夜谭了。好，哎，搞不好万一嘛，人生总有希望啊。我们入围的话，我们就那个、啊，你就怎么样？你们要走红毯哎、欸？我们不要走红毯啊，我们就在这边讲完了以后。不行，全世界人都在期待你走红毯啊！怎么讲？不可能啊！可以在现场讲啊！我们就在现场讲红毯啊！